师从著名美声专家沈湘教授，东北移民宋丽宇登陆温哥华，几十年声乐教育无用武之地，向现实妥协还是从零开始？不忘初心才能最终获得回报。城市电视星期五播出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新风采是由新民航深融燕窝药材行赞助播出。